自从上网课之后，每天都睡得自然醒了，这下的睡眠是不够，新的一天又开始了。上下刷刷试试看，看看能习惯吧。多刷一会儿啊，刷干净点啊。晚上睡觉有蚊子，都把纱窗关上的。吃早饭了。昨天的炒饭还没吃完，今天我又烧的泡饭。今天也没捯饬自己，看着有些憔悴啊。今天睡眠不行，睡觉的时候不停的做噩梦，哎呦，感觉就像没睡觉一样。下楼了，下面的人都在这晒太阳呢，你在那上面在那干嘛呢？一个半月的无数次，我去拿一下我的帽子。这么早就喝啊？哇，爽，可不可以庆祝一下？哇，太爽了！我儿子给我拿瓶啤酒喝，我说我头晕失眠，我儿子给我拿瓶啤酒喝。女人我在上面看了，女人不适合多喝咖啡。嗯，要喝什么？你们要喝牛奶。喝点啤酒试试能不能缓解睡眠。每天的日常帮点小忙，在家上网课，时间就这么过的。每天我中午洗了个澡，头发还没吹干呢。今天早饭吃的早，今天可能要吃三顿饭了，不然顶不住了。本来就没得肉吃，再吃两顿的话免疫力不行，头又晕。哎，这刚吃完饭就来点心呀？饭还没吃完呢。这邻居又送点心了，那邻居是我们老家安徽的，压力好大哦。那我们送人家什么呀？尴尬嘞。邻居给东西压力蛮大的，我舀了点米，我也不知道给什么。最近家里也没零食，有零食的话能给他小孩吃一点。这过年同事送给我儿子的糖，我儿子胖，吃糖吃的少。嗨，我又来了啊！这给他小孩。啊？不喜欢吃啊。